講咗芳村中市，依家牛雜店同那牛雜通通39一斤。三個大圓飯煲，一個係筋腩，一個係肉腩，牛肚、牛大腸，最後一個係牛小腸、牛肺、牛膀。筋腩嘅瘦肉部分比較少，大部分係結締組織，口感好好，帶有硬有軟，能夠逐塊挑選最好。肉腩同坑腩以瘦為主，口感容易沉。牛雜通常指各種內臟，品種繁多。呢一盤有常見嘅五種：牛小腸、牛肚、牛大腸、牛膀、牛肺，仲有筋腩。牛膀係牛嘅胰臟，口感實而粗粉，個人並唔中意，但亦都有擁趸。牛肺我每次必點，質地鬆軟，吸滿咗牛雜汁之後，口感同味道都十分令人滿意。但我鍾意切大塊嘅，剪咁細嚟貓咩？冇揀，買咗20蚊牛筋腩，翻屋企做牛腩湯河粉。有兩嚿體積比較大嘅，新婆食得出係難東貨，但係其醬色香，味道自然香濃，幾好味，性價比都幾好嘅。